来看花莲彰川埔公这高中职以下的学校，今仔开始恢复实际的上课。啊，不过学生囡仔嘛爱完成这快太阴性，才当入去学校。有一挂这学生囡仔是选择继续来请假请防疫假，啊，无快太的学生囡仔是互人讲，安尼你爱倒倒去。感觉阿伯困精神的囡仔为校园行出来，因为无快胎，身体阁无爽快，所以叫老师请来当处。不少学生囡仔是请假根本无来，家长是讲是安怎，唔伫后礼拜一才复课。现在星期四嘛，明天就星期五嘛，假日两天就假嘛，要嘛你就下个礼拜一再开始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真的是很麻烦啊。以我们学校将近1400位学生来讲。170位的学生没有来，那也就是大概占12%的学生是自主防疫假。花莲县长市政委强调，线上课程已经进行3礼拜，无来学校，啊，不过也是一挂囡仔较紧，佮加上囡仔伫厝诶，对一挂家庭造成经济压力，受教权原来受影响。为了保障我们有一些家长的工作权，因为已经3个礼拜，有一些家长。其实，县长的信箱也非常非常多的投诉，以及保障到孩子的受教权恢复到实体上课。啊，不过有学生囡仔私底下反映，快胎真无爽快，有同学甚至甲别人照相片给快胎证明。国家学生囡仔疫苗扎都啊注射不外久，复课时间点有淡薄伤赶。因为他们前两天才打疫苗大概起作用产生抗体的时间大概要14天左右，所以我觉得就是离得有点近。县政府教育处强调，目前花莲幼儿园第一期注射率是49.5%，国小的注射率是64.1%，国高中第三期注射率是50.9%。家长若是烦恼，也是会当替囡仔请防疫假。啊，不过每一个学校不一定有实体甲线上课程同齐进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